他没有出色的才华，也没有显赫的家世。快来帮我！一次不平凡的奇遇会改变他的人生吗？不是你幻想出来的，你要负责任啊！现在都在这边了，不如直接给我讲神职啊！不可以，你都还没有帮我完成心愿。做包很难嘞，难不能学啊！心想事成，2月2日年初2晚上9点，8度空间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